大家好，我是驾驶培训实操英。很多新手啊，在进行侧方位停车的时候啊，不大会判断这个前后车辆这个间距的长度。那么这一期我们就介绍一下侧方位停车怎样判断前后车之间的这个空间长度。我们在进行侧方位停车之前呢，首先要靠近临车，靠近目标车辆，距离目标车辆啊，侧向间距要保持在50公分左右间距。这我们在之前全套视频里边怎样判断间距，怎样靠边停车这个内容里边啊，都有过介绍。我们现在走在路中间，要靠近目标车辆了，要向右半马方向，地上的停车线位于风挡玻璃三分之一位置。我们之前讲过，也就是这个方向盘右侧的边缘向前的延长线，大致这个位置是风挡玻璃的三分之一位置，右侧三分之二位置，左侧三分之一位置。这个位置很重要，我们之前讲过很多驾驶技能都包括这个位置。当地上的停车线位于风挡玻璃右侧三分之二位置，这个时候回正方向，回正方向，再向左半马方向，车身摆正，方向盘回正，这个时候我们靠近临车50公分左右间距，继续向前行驶。我们怎么样判断我们这个车能否进入这个侧方位停车的车位，这个空间是否够用。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呢？通常呢，我们是从自己的车车尾 C 柱判断这个临车的车头，我们在右侧 C 柱窗角看不到这个临车的车头了，那个时候我们的车尾和它的车头是一平的。现在50公分间距向前行驶，我们从车后 C 柱观察这个车尾，这个车头看不到了，后面车的车头左前角看不到了，这个时候停车。外面的距离呢，是正好我们的车尾和临车的和后车的车头是一平的。我们下车观察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车尾和临车和车后车的车头一平，说明我们这个车车尾能够装进这个车位。那么再看车头，我们再判断一下车头。现在我们在坐在车里边，整个前车的保险杠下沿都能够看到。那之前呢，我们讲过这是三米的间距，两米的间距呢，我们之前讲过是前车保险杠前车后保险杠露出一半，二分之一位置，坐在车里能够看到前车保险杠露出二分之一，那是两米左右的间距啊，至少要一米五啊。那一米呢就有点太小了，那一次进不来，需要反复的前进后倒才能倒进这个车位。那要想一次进入车位，通常呢是要有将近两米，一米五到两米左右的间距，有那样的间距才能一次进入这个车位。那么现在呢，我们观察一下前面车的保险杠下沿都能看到了，这有三米以上间距了，这就更没问题了啊！向前的最小间距至少要能够看到保险杠的上沿啊。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坐在车里边看好保险杠的上沿，我们现在的风挡玻璃下沿和前车的保险杠上沿一平了，这个时候我们再下去看一下我们的车前有多少间距，有一米五左右的间距。那么我们这个科目啊是两个重点，第一就是要学会判断我们的车尾和后车的车头刚好错开的那个位置，第二要学会判断我们的车头与前车之间的间距。这两个间距确定好了之后，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个车能否倒进这个现有的停车位里面。更多驾车技能请关注我的全套视频，这里是超英教开车，我是驾驶培训实超英，我们下期再见，拜拜。